我们人呢有一个坏习惯，要么把东西做到最小，要么把东西做到最大。小时候呢，我们有玩过一样东西叫做太空气球，不过那时候因为还小嘛，所以不能买太多，一次只能买两条啊，同一条要跟着哥哥姐姐妹妹一起分享，所以一人只能捏一小球来吹。其实从小我就是在想，到底如果买了一大堆的太空气球摞在一起吹，到底能吹到多大？于是今天我长大了，肺活量也比较好了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看看。哎，买了九条太空气球，到底可以吹出多大的气球？那我们今天呢，还特别请到了蹲在这边的磊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磊包。不用那么多介绍，照着为什么？没有人可以介绍到自己的面子。磊包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射击士对的角色，对对对，他射击是属于后勤辅助的工作吗？不是，我是射击士，负责瞄准跟开炮的，很重要的，很重要，辅助的角色。好啦好啦，那你要怎样？对，因为他做过这个职业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因为我等一下会吹一颗大的太空气球，好不好？太空气球对会很臭，然后就麻烦你帮我吸吧，那个味道过滤。对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想到我来中毒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底下因为我有很多包，那你就拿着其中一条，我的大胖气球如果哪边破损，你就帮我拿着一些酱去填满，然后就把它捏起来，捏，让它就不要破掉。那如果我在补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这样吸吗？把整个球吸走，你知道我在那吸你的气？没有啦，我在补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给捏破了，整颗爆吗？应该不会爆、应该不会，只会让它变小一点。但是主要就是让你把它把破的，就是因为它破墙，它之所以会破掉，是因为那边薄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你就拿一些酱来去补那边，好，让它越来越大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，只能只有你了。哎，好，那马上开始。好，哎，那先坐下。嗯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要来制作那个弹炮。可是你这样才一条而已，我有很多条啊，一条一条慢慢吹。吃一个，哎、那哦，他变了、不好意思，在拍片教你。哎、我刚才还以为是太空气球的味道，原来是你们的味道、哇，真不好闻。再闻一下。没有。你先帮我挤一点。怎么是水啊？跟你一样，太奇怪。什么意思？哦。没有，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子的，真的。你先帮我挤，你平常不是水。我现在想说，先累积成一颗大的。哎、为什么我都没有东西搓啊？你还没搓、哦，喷子给爸爸，白痴哦，喷子给爸爸，有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挤下这个。而且本来想说，如果我要吹大气球，该用吸管嘛，没有，我还是用这个。哎，比较环保。好，那你帮我拿一个好了，这样比较原汁原味啊，多一只手的感觉更好。两只，好，通常都这样嘛。好，其实一开始不要搓太大。就差不多，然后再慢慢补。你要平均分配一下。哦，当然，我以前其实也吹过很多太空气球。只有太空气球。小时候能吹什么？吹牛啊。哎，这蛮到时。好了。好安静啊，现在。那现在只有他在吹这个太空气球，只有我能讲话，所以现在我讲什么都是对的。可以吗？这块破掉的感觉，当电视在看是不是？你是补炮手你要这边也要补啊！你那边压走补不到啊！心脏。哇哇，我快没气了，好痛苦哦！而且这是没有臭味的。有，怎么可能在这边吧？哎，暂停！是，我觉得我们要改良，因为刚才我一开始起步的时候用太少了。是破掉
掉了。对，我觉得要改良一下，因为我刚才起锅都用太早，所以它一开始的原料其实就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够。你才要几次？应该是一次就要一勺的量吧。这个给你玩，不要再吵了，我快受不了你。没有没有没有了。我跟我先开始先剁着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也不给我一根棒子？你哦好。等下，非常心。喂，这么近距离。好，看我再试一次。他一开始会先喷一点水啊。对，真的。为什么啊？很兴奋。好，我们第二次，我们就先把这个。其实我本来预想我是拍一颗应该就可以成功了，但没想到，因为我本来想说有你帮忙，应该是什么事都没问题。我不知道奇怪了，是不是我？所以你在怪我吗？我还怕你听不出来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负责挤，你负责转。好啊，速度要平均哦。你那么慢，要我怎么平均？哦，我没在看画面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影片。等一下，你好冰哦！等一下，不要弄它。等一下，先是软的，先是软的。不够大。好，现在你就继续吹，好安静哦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啊！我们看这么大一幅。好，垒包挑战，一口吃掉太空气球。搞错了，我不录了。哦，来不及了。好，再试看，再试一次。这应该可以。吸到了。臭气哇！撑着，你也撑着，我还好了，是吗？这是吗？不是，那水。哦，太恐怖了！哦，好痛苦啊！哦，好累哦！哎，等一下，开一条，这边它这个再开一新的，这条你先挤一点在这，挤掉我的这个冰桶吧。太可怕，谢阳心你来帮忙一下好了。不是帮忙吃东西，好，那开一条新的。那一波了。哇，太感动了，刚好像好莱坞的电影哦，太感动了，哦，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，哦，我们好像拯救什么快失去的生命了，快给他氧气啊，快点，快失去的生命吧，这里就有一个，就是我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撑着，撑着！快点啊，快爆雷了！等一下！在那边！来！这里封在这里，找一下，这里。还有吗？感觉是没救了。把这边跑到国中了，哇，太可怕了！去！不行啊，这个应该已经不行了。没有，可以。我救回来了。对，可以，不要放弃就可以成功。爽啦！白痴了，你刚刚都放弃了。我们现在已经都手上都是大家的最后一条了，没有了。对，摸天开的。你棒子出来，点。噔噔噔。
他等下这两侧一定会很酸。噔噔噔噔噔，我都已经想好主题曲了。这边下面有风，哎，你记得放数码宝贝的主题曲哦。你说。We can die now, you may know I don't know。有家家。哎，破了破了破了。确定都没有风了哈，好了，建好了，可以了啊，其实也没了，对，没了，而且超丑，救护车，哇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上面全都湿了，不是，啊，快快快快快，比你头大哎，哇，我的头本来就不大，比你的肚子还小。哇哈，其实我刚才吹的时候其实好感动，莫名其妙的觉得好感动。哇，其实从任何，其实我们主要这次不是要吹大，不是要吹大，氧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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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真的，这次我们不是要吹大，我们不是要吹大，就是我们不是要吹大太空气球。其实我们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人性本善的这个概念。哎，怎样？我现在吸了这么多，我头脑已经昏了。哇、哦，好痛苦哦！刚才那个我已经还好，我刚才是我口嘴巴，可是他在漏气了啦。没办法，就跟花一样啊，就是它有最漂亮的时候，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凋谢的。但过程就是它其实曾经有这么漂亮的，这么多人支撑它一起成长的这么大颗的时候，成长的努力。OK， 打烂了。里面都是口水，里面湿的，我现在打进去就跟水球一样了。哇、哦，我们用了九条的太空气球吹出来的条。九条，真的是九条，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比一个人的人头还要大，大概两颗人头左右啦。然后我也是尽心尽力的，而且还四个人帮忙，已经是很苦命的。大家就可以吹到这么大哦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好奇哦，吹小小颗的就好了，也不会这么辛苦，不会那么累哦。到底谁会好奇啊？没有人好奇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如果大家还想看我把什么东西弄到最大，或者什么东西弄到最小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虽然我平常也没有这样做的习惯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。